你今麦人伫恁家？。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啊！我知道了。婷婷，明仔你去海边啊，我伫遐等你。咱两个做伙参详看卖，看以后的路明仔怎行。婷婷啊，你莫阁哭，明仔咱就用见面啊。整个水啊！敢有？你看下，今日心情较好，要去约会哦。无啦，想讲要去行行。好啊，无爸陪你去散步。唔免啦，爸。我想要家己一人安静静想一寡代志。也唔够你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勇敢去面对一切。阿谢你。嗯。婷婷啊，人想我回来。我知，拜拜。上水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乎你。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春风微微，花蕊送香蜜。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乎你。不管石头的建志，你来甲张家打电话好无？我足烦恼，你知无？婷婷，歹势啦，
我一定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解释。我怕你生气，所以我才沒卡給你。因為你若記住我所來的日子不知道要怎麼過。你想想這樣啦，你敢知道就要跟我分開了，我就一直在想你呢。我希望你能自己来跟我解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谁让咱两个分裂变到安尼？平子，你敢会用给我一个答案？歹势啊，以前拢是我的不对。啊，不过我不是条件要伤害你，我看你受到伤害，我心也足痛。建奇，咱拢无办法选择谁来做咱的父母，所以你嘛免遮尔啊自责。啊，咱的囡仔，一个新的生命，在我的巴肚内底，在你成长，迄种感觉真正足奇妙的呢。我时时刻刻拢会感受到伊的存在，不过我的爸妈好像就真无欢喜来到这个世界。我妈生气，啊，我把囡仔摕掉。弟弟，你袂用答应，这个囡仔一定会留落来，会用做伙陪伊长大，到底送伊去小学。去幼稚园，不会大学毕业，快结婚生囝，一定跟咱做阿公阿妈。建奇，既然你有这种想法，那呢，咱两个人应该小撮走啊，一定是来温暖，跟咱也无关系啊。咱用放下所有一切，去一个无人熟悉咱的所在，去过咱两个人。不是，是过咱三个人的生活。婷婷，你放心啊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让你完整的家庭，让你幸福。但过即马，请你给我淡薄仔时间。阮爸即马伫大医院，需要人照顾，而且我嘛想要帮恁爸爸还清债务，帮伊把公司扶起来，那是我欠伊。那安尼，你阁需要偌久的时间？婷婷，你一定希望我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哦。既然决定要做伙，咱就袂用让咱的父母对咱有任何的不满。即马等阮爸病好，等天马恢复以前的规模，咱就马上公平正大来办婚礼。告诉你，迄个时阵伊阁无答应，要安怎？你一定要有信心，只要你把囡仔生下来，就无人会能甲咱拆散。
是袂歹看。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拜拜。琪琪，妈，我回来。你要吃饭无？我煮给你吃。不免啦，我袂枵。对啦。婷婷啊，看起来心情袂歹，还是去多行行。我就去附近踅踅尔啦。爸，啊，咱公司安尼算算的，到底欠人偌济钱啊？钱的代志你免烦恼啦，爸爸哦，家己会想办法去解决。我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我当然爱有责任来斗三工啊。婷婷啊，咱欠人的不是这两千万，这代志你免管。爸妈，其实建志用得斗三工呢。你跟杨建志见面啊？我不是跟你讲，你跟那个建志见面。建志啊，啊你是安怎啊？到今嘛还看袂清楚，讲杨建志就是一个骗子，伊自头到尾就是咧利用你、欺骗你，无对就是要甲我母都替因爸爸报仇。不是安尼啦，爸。建志拢甲我解释过，伊佫甲我讲，伊讲希望能替你还清债务，重新甲你事业佮振作起来。你干嘛老个挂才假有心啦、啊，婷婷，建志对咱家这么无情无义，是安怎你讲去找伊？你莫叫是爸爸来为囡仔，叫伊倒塌伊。建志是真心咧爱我的。戆查某囝你啊，你真是相信伊讲的话？伊是我的翁婿，我当然相信伊。你甲伊根本都还袂结婚，恁两个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甲你讲，爸爸无需要伊斗相共，而且我不准你阁甲伊见面。之前我甲天佐斗阵，恁无同意，硬要甲阮两个拆散。即摆我甲建志两个人相爱，你硬是反对，是安尼顶一台文化，还有这台的承担，大姐。因为伊是我生的，是我甲恁妈的查某囝，爸爸妈妈所有的物件，你有该当爱承担。不管是阮对你的爱，也是别人对阮的怨恨，迄拢是你的命，你无选择伊的，就像是我无得选择，连做是我的姊妹的道理同款。像咱做你的查某囝，对我的牺牲，你根本都无顾虑到我的感受。婷婷啊，婷婷，回冷静些。真害啊！婷婷今嘛也是无法度对杨建志死心，真正是爱得较惨死。信姐啊，囡仔代志一定要赶紧解决，啊，若无。婷婷和杨建志白白走，你讲应该安排。你今日约我出来，是要跟我讲杨天的代志对无？这是目的之一啦。其实哦，我嘛是希望会当加跟你见面。多了解一寡你的想法啦。若是你感觉对我有亏欠，迄个毋免啦。因为我自细汉，阮爸就予我真侪关心佮疼惜。伊是一个好人啦，才有办法哦，佮你教育佮遮尼成功。阮爸若是佮活伫这个世间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叫别人一声爸爸。不过已经过身啦，伊会当要过身之前，甲你讲你的心事，一定就是希望讲我会当好好栽培你，让你早一天出头天啊。三姨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今日来这，
就表示讲我已经答应。你真正愿意嫌你安尼？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啊！三弟，你信啦？我早就相信讲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我希望你去嫌弟安尼，那是因为我无想要外人来讲你甲你妈妈的闲话啊，请你都要体谅我的苦心呢。这段时间看到你的表现，我真感动。我才知影你是真有心意的，所以我才会答应去做这个检验。你是来送他？阿姐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请来的律师啦，伊是专门处理财产继承方面的律师。我知影你今日甲陈小姐约伫个遮，要讲验 DNA 的代志。我今日一时糊涂啦，凊彩就答应的条件。所以我请律师来，到时阵白纸黑字，大家拢无话讲。这件代志，我家己会晓处理啦。我是你的太太呢，你要处理财产，嘛要经过我的同意啊。陈小姐，假使你若真正是阮公爷的查某囝哦，伊确实有义务爱照顾你啦。啊！不过我希望大家啊，所有的一切条款哦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以免后盖你甲你妈妈哦，过来翻起翻倒，是要愈讨愈济。我嘛甲我洗落来，不是为着要甲伊讨钱。你若是给我分钱，我当一家伊拢卖摕。三弟，你是不是惊杨 D M 的？惊你妈妈讲白贼，去予大家发现？我妈袂骗人，千万不了我妈。我无稀罕你的钱，我希望你马上对伊比较，莫阁叫我甲妈生活。安娜，介绍转收金，随在你安怎讲。我看你应该嘛免了，为滴我从来就无稀罕要领什么爸爸，请你马上对伊比较，莫阁还我。三哥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既然今晚就输定了，咱就趁这个机会，甲合约写下，甲应该互恁母仔囝拢写好清楚了。伊当，我答应要去验 DNA， 不是为着要甲伊摕什么好处，我是要了解我家己的身世。你太太讲要签什么合约，我看就唔免啦。为今嘛开始，我甲你无任何关系啊。三年，三年，三年。人都已经走啊，莫阁叫啊啦！我看哦，伊是心虚啊，唔敢验啊。你阁伫遐笑，想要认查某囝？我的心内真清楚，你就是我的查某囝，有验嘛无验拢同款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要继续安尼侮辱伊，到时阵就算我无验，该予伊母仔囝补偿，我一角钱都袂减哦。凭啥物啊？迄对母仔囝也是爱钱哦，一定要拍契约啦！啊，那无，别讲。坚持着，比较信任伊。来来来，用钱鼓励哦。阿公，我已经甲坚持见过面啊，伊对我爱并无改变，而且伊嘛有答应我，伊要好好拍拼，得到阮爸母的谅解，
了了娶我。以前是安尼讲哦。阿公，你怎有变一淡薄仔时间？伊真正是一个真有担当的人呢。你早办哦，伊看着伊的生意。所以你才唔甘做这个囡仔提调？那是当然的啦。我甲建志是毋是会用搁做伙？完全都要靠这个囡仔牵人线。阿公，建志是去因爸爸逼的，伊即摆愿意提出诚意来向爸母请罪，咱嘛拄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化解两家恩怨啊。因若确实讲真正有心来悔过吼，这是真好啦。啊，恁两家会当冤家变亲家，更加较好。哎，既然讲吼，你甲迄个信任面，阿公当然也相信你。你会当有一个好的结局啊，阿公是真赞成。你这个囡仔吼，会当安顺利生落来，吼。谢谢阿公。阿公，我最疼你，最疼我。阿公，我最爱你啊。嗯，哇，你安尼搞讲白菜，拄仔才讲爱见识咧，今麦讲爱阿公，啊？好，来来来，今年五零吼。来。你拢安排好啊？拢安排好啊。玲玲哦，时间若知影，毋知安怎？哭哭闹闹的，规一阵仔就无代志啊。哎，代志到这地步，你搁在丢毒啥？我毋是在丢毒啦，我是在烦恼玲玲哦，真正无法度接受这打击。你起码会伤心啦，将来哦，一定会感谢咱。婷婷啊，阿弟药啊吃完啊，我甲医生讲过啊，等一下带你去复诊。我昨昏睏了真好，我免阁吃药啊。而且，你药啊吃伤多，对巴肚内囡仔无好啊，所以我无想阁要去病院。别用诶啦，医生哦，讲你这种患者上惊看一半。安尼哦，就永远袂好啊！我已经好啊，所以我免去看医生啊。无安尼啦，咱去甲医生哦，讲你的情形，叫伊开一个较安全药啊，互你。啊，时到要食毋食，随在你啊。你已经搞不出来，我是专门来看你。我搞不出来，你真是无心。建志，建志，杨建志，我无去找你算账，你搁敢安尼真唔投来搞我示威？安怎？阮家拢无大人啊是？王大爷，请你给我机会弥补，我还要继续替你做代志，帮助你东山再起。我卖娶婷婷，我会照顾伊，啊，可以不到底的囡仔一世人。点你，帮我做代志。我看，我所有的债务来，互你拍，你看啥款？钱拢伫阮爸的户头内底，按我手内所有的钱，拢会害你。你们伫遐计好衰啊！谢谢，紧挨我走。走。婷婷，婷婷，婷婷。爸爸，做你莫去拍鸡翅好无？
我哩还敢无够侵占去，水！建志，建志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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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
们家里面还婷婷的，真心出来就感恩。婷婷，你妈你看你先，你就先去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好。干净，干净。好，来了。妈。信姐啊，你入去陪婷婷，我叫了妇产科的科医师在家等，伊那边就到。好了。丹叔。啊，科医师啊，你好，我拄则伫个电话内底，甲你讲得真清楚，应该无问题吼。我看上好是搁考虑一下，唔免搁考虑啊。这件代志愈紧解决愈好，免搁拖落去啊。啊，不过我是明日当事，我命令你，今日一定要把这个囡仔提掉。这毋是一件小款代志呢，就算讲是当事对我来，嘛是同款啊。你可以说啊，你误会啊，我唔是用当事的身份来压你。我是以一个做妈妈身份来拜托你。我知影没有没有规定，啊，不过我的查囝还袂嫁呢。你若是甲囡仔生落来，以后变做做人，那你怎个意思嘞？伊当然是听阮爸母的话啊。伊将来阁有真远的路要行，免让这囡仔拖累啊。郭律师啊，这个代志就拜托你啊。好啦。啊，不过一定要你查某囝签名同意，我才会当这个刀。那是当然的啦，你把同意书提来，我一定叫伊签。好，好。今日躁郁症你阁发作，拢是我害。不管伊爸妈阁安怎反对，我嘛有责任去陪伊看一下医生啊。弟弟，先坐嘞，医生暂时就来啊。妈，我唔是才看过医生尔，是来这要创啥？哦，这哦是妇产科啦，我替你安排的。医生讲要替你做一个产检，真紧就好，你免烦恼，我会直接陪你啦。是啦，婷婷，既然来啊，就顺便做一下产检的啦。你也希望你的囡仔会健康平安的生落来，对不？嗯。安尼哦，就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乖乖做检查。卖好，大家为你烦恼，好不？嗯，来。
我来叫医生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你有看到呀吗？拢签好啊，你吃。一切拜托你啊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先坐吧，先。不是常常好啊，搁在丢丢啥？是啦，我是不忍心啦。你就是我忍心，何会早起受这种苦？我嘛是伊巴肚内囡仔阿妈嘞，嘛想要欢欢喜喜抱孙。啊，不过这孽种哦，若生落来，主要这世人哦，拢得不着幸福啦。性子啊，只有把这个囡仔提掉，才会当改变婷婷的命运。若无婷婷这世人，就永远无法度脱离尤建杰的哥哥弟。婷婷是咱的宝贝查囡，为着保护伊，咱无其他的选择。婷婷，你以后千万唔通怪妈妈，妈妈完全是为着你将来在打算。苏小姐，请借问一下，罗大叔是不是有带伊的千金来这看病？王小姐已经看完了呢。看完啦？啊，伊当时离开的。无回去，王大叔已经替伊转去妇产科啊。妇产科？啊，伊当时安怎？我嘛唔知影呢。婷婷，那样送去妇产科。我的爸妈，好像就真无欢喜来到这个世间。我妈上次，啊，我把囡仔摕掉。敢讲因的心肝真正这么凶？不用，你不用安尼做。是你来的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走。你是不是叫婷婷？把巴肚内囡仔摕掉？无唔对，是阮叫婷婷把巴肚内囡仔摕掉。你先走啊！你哪会安尼做？你哪会用这个残忍啊？伊是我甲婷婷的骨肉的，嘛是恁的骨肉的。这一切拢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当初若不是你糟蹋欺骗婷婷。婷婷敢有需要受这种苦？敢有需要牺牲一个无辜性命？我无欺骗婷婷，我对伊是真心的。我对伊，甲伊巴肚内囡仔负完全的责任。你是要创啥？我要救我的囡仔，手术已经在进行。你们俩准用这种手段，都应该我拆散。我甲婷婷是袂分开的，我爱伊，伊嘛爱我。
你别横面啊！天天这么心肝来对你，敢若有万分，早就无爱啊！我不相信，你甲我讲过，讲伊愿意原谅我，我会为着这个囡仔共同打拼。囡仔已经提掉，你两个无任何的关系啊！什么无任何的关系？你是讲你安尼甲囡仔提掉，就应该阮拆散？我跟你讲，今仔日你用卑鄙的手段，害死一个无辜的性命。不要紧，以后我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甚至是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不是阮要替恁提掉，是伊家己作案的，是伊要求阮陪来陪伊，把这个囡仔提掉。无唔对，阮阁叫婷婷考虑看卖，啊，不过伊坚持要提掉。就今后，甲你一刀两断。不可能，婷婷袂爱做，伊绝对袂爱做的啦。婷婷不是三岁囡仔，男士本人同意，阮敢有法度强迫伊提这个囡仔是？伊真是对你痴心啊！伊无可能原谅你对伊所做一切，所以才做这个决定。是你害死你家己的囡仔，那是你个人有一点仔良心，请离开婷婷，莫过来看伊，莫过让伊受任何刺激。是我的囡仔，我用一世人好好来照顾婷婷，好好弥补我的错误。我请你今仔日做这手术好唔？手术应该进行个差不多啊，你甲婷婷的一切都到这为止，煞来要算的，都是我甲你的事。你等下，啊！今日抓婷婷去给医生看，这鼻是袂用的脱的呢。有啦，今日有我带伊去看精神科啊。啊，医生安怎讲？啊，医生讲的躁郁症发作啊，叫咱较注意，去关心，有开药可以吃。这个镜头就不是讲干那吃药啊，就会好哩嘞。我知影啦，恁即马为了公司的代志，我那真烦。但不过你嘛爱半淡薄仔时间哦，你加减甲关心一下，啊？我知影。这安尼起来怎？啊，婷婷嘞？婷婷楼顶休困，莫甲吵。啊不，今日我就莫去去。阮今日去病院哦，啊，是讲迄囡仔的。囡仔
啊，你不是有什么代志要讲的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是不是要甲我讲提囡仔代志啊？提囡仔代志啊，本来我是同意啊。爸，啊，你若赞成哦，都无问题啊。听我讲煞咧，这几天哦，我看婷婷这款情形啊，啊，我有甲伊讲一寡这心内话啊，我是感觉讲。这囡仔提掉啊，但是也是袂当解决，连都是害婷婷，所以讲我改变主意啊。爸，你不是讨论过，你嘛同意我的想法。天愈冷，心愈坚定，阮来过。